看向私信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口角长得明显的下垂，给人一副尖酸刻薄之相，则拥有这样面相的人处事消极，没本事，自己过不好，也看不得身边的人过得好，整日就喜欢嚼舌根，反而在事业上没有啥大的成就，注定一辈子都会过得辛苦劳碌，日子也只能是越过越不如意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